两个索隆打得过鹰眼吗？目前索隆的实力我感觉已经是当时在剧场版里面，是巴雷特那个剧场版，索隆面对藤虎的陨石落下来，赢了半天师，把陨石砍成两半，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。鹰眼那边一招平 A 直接把陨石给打碎了，然后流出那个让索隆很不爽的个微笑，简直是对索隆最大的嘲讽啊！那个画面来看，索隆跟鹰眼的实力还差距很大，我觉得在那样的一个情况之下，两个索隆不够鹰眼打，因为索隆的一个大招抵不上鹰眼一个平 A 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那现在索隆不一样了，他的霸长攻击已经是非常可怕了，已经是海狼世界顶级的这个攻击能力了，我相信已经是具备能够伤到鹰眼的这种实力了，但总觉得还是不太够，还是差一点东西。等索隆下一次再升级之后，把霸王色，把整个技术战力，尤其是防御的能力再强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可能都不用两个索隆啊，可能一个索隆一个半索隆就能打鹰眼了，但现在的话感觉两个索隆还是打不了鹰眼，勉强说是约等鹰眼吧。